最爱的 KK 宝贝，感谢你能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在今天这个美丽而又伟大的日子里成为你合法的人生伴侣。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1年了，很多人都问过我们说，你俩在一起这么久了，算老夫老妻了吧？但我始终觉得，虽然4000个日夜听起来很长，但在爱你和保护你这件事情上，它只是个开始。因为比起青涩又简单的20岁，我更加喜欢我们现在的30岁。一起走过的这10年，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没有浪费，去过的每一个地方，看过的每一个风景，经历过的每一次挫折，以及从挫折当中成长出来的新的认知和勇气，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变成了今天的我们。我会过得好的，爸爸，放心，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站在这里，10年的光阴，我的心潮澎湃，我没有一刻比现在更加确认，我即将和眼前的这个男人一起携手共度余生。我相信这一刻，2024年的2月28号就是我们的 perfect timing。已经等了11年了，有点紧张，但是还是很激动，很期待。我应该没有要哭的。OK。今天太好看了。这11年里，你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也逐渐的教会了我应该怎么去呵护我的爱人。我从什么也不懂、什么也不顾的男孩，变成了如今讲文明、懂礼貌、有责任感的男人。你始终是我最忠实的拥护者，感谢我的生命里出现了你这样一位温暖而美丽的老师，一位执着而坚定的战友，感谢你。从此以后，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，就是我的故乡。我爱你，在过去10年的时光长河里，我会更加爱你，在每一个即将到来的明天。陈志峰，谢谢你。我跟朱娟今天要祝福你，愿你永远被偏爱、被珍惜，和陈先生携手走过一段又一段美妙却又平淡的人生旅程。
所以我祝福陈之峰、蒯怡如在这花好月圆的时候从此永结同心，幸福。